开始。啊，不然，啊不然，这样子好了，这样子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请我另外一个。啊，我朋友一直想要来、欸。好了好了，我找我另外一个朋友跟你们讲话。好，我朋友来了。哎、欸，你是？请问你是？好，黄浩小姐，我是你的粉丝。好、哦、好好好，原来你是我的粉丝哦。那请问你来这里干嘛？我听到你说你很边缘，我来找你说话。我听到你说哈，不会啊，我不会很边缘啊，我干爹陪啊，我干爹都会送我很多吃的东西啊，喝的东西啊，我真的是好开心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等等还有什么酒神他们啊，古董啊，他们都要来陪我去吃饭呢、欸。我是说真的啊，我有很多朋友啊，你不用担心我啊。啊，那没关系，我还有其他话想跟你说。好好，那你还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？小健，我觉得你长得真的很帅。啊，不要这样说啦，你这样说我都不好意思啦。你说我长得很帅，啊，这个聊天室的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不用说那么多啊。还很有个性，讲话很好笑，幽默，轻松又大。你说到我都不好意思啦，我真的不好意思啦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好吧？好的，拜拜，小健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聊天室的观众记得要动内。啊好好好好，感谢你啊，拜拜拜拜啊，我们下次再见，下次再见啊啊！我朋友终于走了，我朋友终于离开了。这个地方啊，我真的是有点烦恼，他老是讲话都不经过大脑啊，也不会看场合，大家都是来骂我的，你却来这边说实话，说我很帅，鸡鸡好大什么的，我真的是受不了啊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忍不住啊。可是我刚刚听到一句话还蛮好听的，我刚刚把我朋友的那句话录下来了。小健，你长得好帅。小健，你长得好帅，好像金城武。小健，你长得好帅，好像金城武。看他妈的是累了是不是啊？让他讲到累了是不是啊？够了，啊，好了，姐，那你们也听够了啊？听得够过瘾了吧？够过瘾了吧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不好笑吗？我朋友他就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啊。怎样？我朋友说我长得很帅，很像金城武。你跟我说我很难过，帮 QQ。而请问一下，居心何在？哦，等等，我有另外一个朋友来了，我是。我跟你们讲实话，我有另外一个朋友来了，我有另外一个朋友来了，我有另外一个朋友来了，我他妈跟你真是跟你妈是绝对有人，没有，我他妈把懒觉切掉。那我方便打扰一下吗？好，谢谢。今天八点前要不快。好，谢谢。没有啦，我跟你们讲真的啦，真的有朋友啦。哎、我跟你讲，我很老实跟你讲，我真的有朋友来，可是不是刚刚那位，好不好？如果我再骗你，我把鸡鸡切了。没有啊，他在忙啊，他有活动啊。哎，这不准，他有活动，他在忙，我没办法。好。